是校长问的。哎，张琪。是，哎，是的，校长。白色的。现任嘛，伊要升校长，拢无，大家拢叫校长，叫你叮当，你行到一步。大里面。爸爸来剪头发，头几只啊？阿嬷人也拢也外秀的，好，去准备去白菜啊，都是安尼白。伊拢啊，伊啊做什么中呀？嘿哦，哦，你对啊，嘿啊，伊在讲阮啊，那什么什么中，嘿，哦，记地啦，记地哪好？嘿啊，啊，都伫遮拢啊，迄落呀。阿红甲伊就较疼阿红，较疼啊，嘿，较疼阿枪，对无？阿哪看会出来？较疼阿枪，较疼阿枪。阿伊就是阿枪。喏，伊若枪，讲伊拢讲，伊老母较疼阿红，对无？嘿，伊就讲诶，人无人烧，咱无来烧。伊就咩啊？回答。回答。这样啦。哎呀。这里是土城路，这里可以说是小时候也常常在这边，小时候在算这边长大的。他在西洋路底叫一声。对啊。后面有车子。我阿妈呢？我阿妈，我妈。哎。妈，今年百几岁啊？哇，这是以前。我小时候都在这里玩，这里是外婆家，以前住这一间，不过这一间已经卖给人家了，那间现在这间，还不知，这间啦，我在阿妈老汉家。你怎么你会记啊？三间啊？这啦，我是讲这个啦。第二间啊。这前两三间，甲第三间吧，恁个第二间，卖冰迄间吧。哎，卖冰是第二间吧？哦，小时候都在这里玩嘞。端午，哎，那谁，那啥，嘿，提灯笼，嘿是啥？元宵节。元宵。都在这边提灯笼，小时候。哎，以前外婆。外婆在这里啊，外婆家，在那个现在卖给人家了，很久就卖了几十年了，所以小时候，他在西安弄，下课，公车都坐到这里来，然后就被我爸骂了，不回家，跑来外婆家。像有的拢搬走啊，有的。才放了三间，住了
我知影内底啊。较早遮拢无去，即较早拢种山啊树啊伫遮。这里很多回忆的小时候，那时候在这边玩了、啊，我年纪算是最小的。然后我那时候我表哥住在这巷子里面，现在都搬走了啦。以前住这边啊，两个表哥，这个第三的舅舅住这边，第四的舅舅住那边，就住外婆那边，现在都不住这里。啊，这都没变啊，都没变。应该是这间，不是啦，这边啦，听你咧讲诶，不是吧？我老可能记唔着，应该是这边吧？你看这车是内底是正车还是啥包架呢？这是几百年才生一届，这也要生车，唔着全废花诶！我刚刚这物件刷都刷光面去啊！这车啊，这车内底车箱型车啦，嘿啊，迄边啊，搁惊狗啊放尿，搁用叉棒，你看，对，嘿啊，迄惊日头曝啊，日头曝的迄落。乡下地方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很多东西买了必需品买了，但不会常用，所以就要。保护的很好，怕就是很快就老化了，就还要再花钱，能省则省。这地方都没变啊，我有没有看错？这里有 5G 耶，这里在台中市大里的土城，哎、欸、5G 跳 4G 跳来跳去的。这是 5G 耶，这乡下地方居然有 5G， 好啊，你既然 5G， 我就测测看吧。5G 信号，好，测了老半天拼不到 ，Hello。OK， 好，算了，谢谢，再联络。您这下来是啊，都倒的。阮这款，阮老的是拢拍的。这足贵些个，这正港传统的啦，无倒的。你倒的嘛是爱安尼，嘛是爱坐咧长个，但阮那边无乱无共。我
使讲啊，坐久来，我拢，这人去都坐坐，这久无来，我真讲。啊，你想无啦？对啊，是啊。你嘛早半年无来啊？